姐姐行啊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今次好開心可以參與慈善星戰，作為 MC 主持同埋嘉賓表演嘉賓。其實我哋好簡單，我哋喺年代上有一個夢想，希望可以將喜歡唱歌，希望將一班視障嘅朋友，藉住一套歌唱比賽，能夠將我哋嘅愛咧，將我哋嘅資源咧，可以帶到俾懷舊嘅學校，可以起到山區嘅效果。我真係喺呢度咧，衷心咧係多謝咧Mr. Wilson Chan 同埋咧佢哋嘅義工嘅團隊嚇，咁咧令到今晚咧呢一個嘅慈善歌唱比賽咧係得以咧成功嘅舉辦。Celine 同埋 Dr. Steve 可唔可以麻煩將少少心意？想俾大家睇到、聽到，就係小朋友咁年紀細，除咗出錢，亦都出力。我什麼在分開？在 bad boy 天氣讓我不明白 ，bad boy bad boy， 我必須要跟隨你，求求你給千年之戀的新鮮，唔該上嚟。